是这件代志吼。啊，我都已经做唔对啊，你都无需要再替我辩解啊。嘉宏，代志已经发生啊，搁怪你嘛无路用。啊，不过，阮爸到即马搁足生气的，我是希望讲，你敢问伊暂时莫出现伫伊的面头前，安尼伊才袂看到你著搁掠讲，会去影响到伊的身体。兄弟啊，我知影。兄弟啊，我麻烦你，恁爸的气若发烧吼，你一定爱甲伊讲，嘉宏无迄个心来害你甲恁爸，嘉宏绝对毋是迄款人个啊。伊要哪有可能来陷害你啦？也佫有啦，有真济代志吼，嘉宏是无方便讲啦。也毋过我看会出啦，嘉宏对你是真心的啊，伊无可能害你啦。三姐啊，我知影啦。好啦。阿姨，阿姨。强，你毋是伫房间陪阿公？阿公睏去啊。你叫你好，强，你以后叫我阿静就好啊。你都要乖乖听话，若要做啥物代志，都要甲大人讲，知影无？知。阿强上乖啊。你咋？房保卫好势啊？敢真正讲叫你来做一个工课，啊，就爱急到安尼要死动态，敢真正遐尼忝？忝是袂忝啦，也毋过你敢知外口偌寒无？啊，就是因为天气较冷，我惊讲迄钓客坐袂调，毋则叫你讲对因后壁迄磅布甲围起来查风，安尼迄钓客毋则坐较会调。你煞袂晓一项路，也则体用去体，佮送一领棉被用去盖，啊，偏要放一项炉火用去烘，莫甲我乱笑话啦！我嘛不是咧甲你乱笑话啦，讲你这个天上啊，透早来海岛就袂出咧问导游咧，啊导游问了袂到，做会出去。啊我一日哦，你楼卡咧要泥巴玻璃规玻璃袂好势，啊都好好卡电话来啦，讲阮先生哦，老皮还佫兼发烧啦，毋则会叫天上啊去甲带伊叫医生看。毋知倒一个熬人啦，踮仔咧乌白讲，啥物台湾是报道四季如春，哎呀当地也一个狗，狗的老皮一个发烧，我看咱台湾哦。四季哦，如冬啦。先生回来。啊，你有叫医生注射无？有。有。啊，有食药啊无？有。先生啊，啊感冒是毋是足艰苦的吼？安尼阿伯吼，都爱一直哩哦，这外套都爱穿好条，啊，唔好后背烫条，知无？知。嗯，乖，先生。你拄大愈唔捌字呢，甲伊讲话哦，啊拢袂晓只口罩摕落来。高姐啊，拄则我从阮先生叫医生看，医生才咧讲吼，最近是流行感冒的高峰期啦。咱这得了感冒的人，为了避免去威吓别人吼，出入公共场所的时阵哦，爱戴口罩。哇，先生啊，我看你即摆连食饭都戴口罩哦，害你饿死。萱萱啊，莫听到这讲黑白讲，食饭的时阵哦，口罩会揢落来，啊，但是吼，食饭之前吼，爱先洗手，食饱了爱漱口，啊，然后才将口罩挂起来。爸比，我知。好，乖。你免甲我失礼啦，啥代志哦，甲你无关系啦。哪会无关系啦？我若要接受加盟，给我迄份名单，今日就嘛袂害你哦，英弟甲错花啊，甲你误会啊。那我阿兄会安尼做，伊的目的就是无想要让我去接近英弟啊。加盟为着要捉英弟啊，既然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你陷害你，真正有够小人的啦。我即摆就来找伊算账啦。阿哥，搁卡那讲哦，伊嘛是我的阿兄啦。但你即马来去找伊，
只是将代志愈搞愈大尔啦。家宏啊，我即摆若无去找伊，无叫伊出来，甲代志讲互伊清楚，初培啊、甲英弟啊，是会继续误会你，你知影无啦？为你初培食伊遐尼讨厌我，到后解释无解释，对我来讲已经无重要啦。什么你无重要？家宏，你绝对袂用个软心的啦！你一定要甲家明陷害你个代志，甲初培啊、甲英弟啊讲互清楚啦。你免替我烦恼啦，这代志我自己处理啊。想袂到阮家明是这款人，以后伊讲的话哦，我绝对唔敢相信啊。嗯，啊，碰风的就讲初培啊，伫房顶咧休困，安内无看人。伫个便所，哎，姐姐小个等一下。哦，林家豪，林阿妈。你既然有在来，把我气到我闭结，算你狠。哦，你在做啥啦？你坐遐，你袂惊死哦？啊，我看你无伫个客厅听碰风，讲你伫房间咧休困，我毋才会入来你个房间。啊，我有去个便所门啊，甲你开看嘛，知影你秘伫便所内底，啊，所以毋才我甲你交叉坐遮等你。啊，你个头呢？你林家宏把我气一个闭结啦，我即无你惊一个，反正明仔载痔疮诶。欸我是好意呢，来这甲你关心一下，咱来甲讲这个话，是因为我听伊讲吼，庄里哦有一个老伙仔啦，啊讲为着公司的代志哦，都咧掠狂兼生气，气到高血压呢。嘿啦，高血压是有啦吼，啊不过至少无亲像某咪人哦，高血压穿甲穿甲像要中风的咧。啊是讲人迄个某咪人吼，中风了后嘛有疼心底，疼到即摆嘛好啊。啊，我是咧关心讲，另外迄个老伙仔人最近安尼为着公司哦，啊，常常咧掠狂，常常咧生气。我是咧惊讲，换迄个老伙仔人会中风。你这个狗妖妖啦！你来这讲糟蹋人。我唔是来甲你糟蹋，我是来甲你关心的。因为吼，公司若有少年人伫咧处理，咱就让去处理就好。老伙仔人咱就休困，莫安尼卡袂着，就要来插公司的代志。经营一个公司就偌困难，你懂不懂啊？迄不是讲出来开路边吃香锅肉，遐简单呢？经营一间公司真简单，员工无几个，真好管理。啊，若要经营一间海钓场，迄就足困难啦。你也知讲一个鱼库啊，内底有十几万尾的鱼啊呢，迄真歹管理呢。恁家的鱼啊，是会爬起来顶路掠散步呢啦？很笑，迄鱼啊，若不是叫钓起来，就永远在伊库内底啦。哎、欸、呀，经营公司无同呢，迄人客啊一个无拄好，迄有脚呢，迄走去呢。我的意思是咧讲哦，公司放互少年人去管理就好，咱老岁仔人吼卖插来休困就好。啊，你若常常要到公司啊乱乱说吼，无定就是迄个老岁仔去得失到一挂客哦，遐客户才会走了了。哎呀，你这意思，这人客是拢我责任。万岁！我林阿妈，你去。欸臭臭，你怎啊？因爹有交代呢，讲你明明啊磕袂着，就发性地啦。啊，恁若较时阵，还怎么大细声啦？你唔惊中我无？好啦，莫阁起性地啊啦，起性地吼，对家己的身体无好啦，也是点点啊来啦。公司放互遐少年人去处理就好啦。时阵啊，你安尼讲有理啦。啊，你有货啊呢？啊，心情嘛放啊轻松呢，对无？莫安尼磕袂着，就咧发性地啦。嘿啦，有会啊啦，性地了解咧啦，唔通安尼一个人要怨正人啦，将你家己身躯边的人拢当作袂输，敢那你的冤仇人同款。歹势，那我身躯边哦完全拢好人，啊那冤仇人敢一个，迄人就是林家洪洪洪洪一口，有听无？洪洪，我有听阮天神讲过啦，你讲误会人的家宏啊，啊人家宏啊嘛常常来甲你背话，你啥拢听袂落去啊？迄叫做背话哦，叫伊把你当狗屎来。伊根本就是恶一个窟啊！哦，给我花对对啊跳落来，啊，伫只窟啊内底，我插出一个咸梅哦，我哪，我直接一个香梅哦，啊，当场，
带起来，我若带起来，你就当大司机哦，啊来阮家跑赢你嘞。先生呀，有影呢，迄最近交行的所作所为哦，实在有影是过超过啦。哦，伊的目的哦，一定是要让初表女生紧带起来，啊等我来拍赢你啊啦。莫讲啥啦，讲你嫌久啊就好啊嘞。哦，哎，之前嘛是叫林家宏母家都强要搞起来，啊你嘞，你嘛是让伊气一下哦，啊怎中风了？嗨嗨，我我。哎，即摆哦，你较早母母的，即外来母翁去口罩哦，先甲阿强阿去哦，啊即摆公司客户姐姐叫抢走，是怎样啊？这气的，你绝对要哎哎要死，好气个气个哦。家宏敢真正是这款人？啊，若是参照你讲的安尼，迄奇怪呢？家宏甲家明，因两个是一辈兄弟啊，咱家明都袂安尼，啊家宏哪会安尼啊？讲到家明，我才想到，楚美女长，啊，拄只家明哦，有来找你呢，啊，伊昨日咧休困，唔敢吵你啦。啊？啊，是客厅尔？哦，我来找。无啦，伊讲朋友代志先走啊啦。啊，若家明来找我，你就赶紧来甲我叫啦，这种我就最爱甲伊斗阵的呢。伊讲伊若用哦，会来看你啦。啊，人伊拄只来吼，毛炸迄落降血压的药啊哦，啊，佮有炸迄落吼天元气的药来要互你吃呢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毋正是我的好囝婿，对无？一知影我身躯袂定，赶紧就摕药啊来要我补身体，快活点的。你的好囝婿，囝婿哪囝婿啦？我爱有成才来讲啦。你之前见到家宏的面，你安怎讲？你嘛是甲我讲，嘿，家宏是你未来的好囝婿。啊打嘞！啊，咱叫去死嘞！反正我甲林家宏无啥物通好讲啊嘞，伊就莫咧追你啦，行落去咪撞着撞着我，我那不是伊死，就是我活。那不是伊死，就是你活，安尼就拢你老赢。无你拽我死哦！无，我并无安尼讲哦。也毋过哦，性命若唔改哦，唔知倒一天会搁去用送伊病院。无你是即摆是我，袂瘾我病院。头家，有一个叫做邓婉英的小姐来要找你，请入来。邓小姐，来得请。不要，请坐。你是要来问我讲，我是安怎要抢迎电公司的客户？这件代志，你是要安怎解释？阮公司哦，已经甲对方签约啊，佮较来解释哦，嘛无效啊啦。遐难的，你的意思就讲你是偷工安尼伸手的？我若是知影讲哦，遐个客户是英田公司的，那恁这段生意哦，我绝对无要甲伊做啦。我听伊讲，遐个客户的资料，拢是你去偷摕？唔是我啦，是别人啦。啊是啥？我今仔日来，就是要将代志问清楚，家豪。你莫冤枉我。假使我若是甲你讲，迄份资料是阮阿兄去英田公司偷摕出来，你敢要相信？你是讲林秘书？伊要哪有可能会安尼清楚？我著知影讲你一定不相信我。啊，不过迄份资料哦，是阮阿兄客户南国的啦，而且我嘛找过阮阿兄甲证实过啊。伊甲我讲，迄份资料是伊去英田公司偷摕出来。伊的目的就是要让阮公司的生意愈做愈好。我知影讲恁大家拢认为讲哦，我是为着要报复初辈职啊，才会去抢英田公司的客户。也毋过这件代志哦，真正毋是我做的啦。啊，若是安尼，你上村内袂去解释予初辈这项林田怎样？这是因为哦，职啊甲英田啊对阮阿兄有好感。我若即摆去甲因讲这件代志，阮阿兄做伊敢要相信？伊一定认为讲哦，我是为着要推卸责任哦，才安尼做啦。安尼颠倒，去予赵愈来愈讨厌我俩。我希望你讲的话拢是事实。要毋过这件代志，我会暗中调查。林家宏，若是有任何的代志，我希望你拢会当和我联络。头家啊，啊，迄个月英啊，搁来找你要创啥哈？
无啥物代志啦，赵大主，公司嘛，你顾一下，我代志要出。头家啊，啊，你要去倒哈？迄男哥特别交代哦，讲叫我伫阿弟的身躯边照顾你呢。我想要来找曹佩杰啊。啊，代志的来龙去脉啦，真正亲像恁两个所讲安尼，曹佩啊，伫咧讲做是家宏早因公司的电话簿，毋着拢乌白讲。 是啊，杜桑，其实遐客户的资料拢是嘉明摕去嘉宏因公司的。嘉明是一个医生人呢，啊，伊来上楼都用伫啊因的客户的资料给嘉宏啊，安尼对伊来讲是有甚物好处？我伫咧摇吼，嘉明一定是为着要用伫啊，所以超工制作，互曹培啊甲用伫啊对嘉宏拍印象。啊，是讲嘉明伊是要去倒位啊摕遐资料来上楼给嘉宏。杜桑。 有一摆，我去银台办公室找伊，我看到嘉宾一个人伫咧办公室内面，所以我咧怀疑，伊可能就是迄摆偷摕银台因公司的客户资料。人伫咧讲，每一个人吼，拢爱有迄道德观念啦。啊，嘉宾伊是一个医生人咧，做医生的人应该有一个高水准的迄道德观念，伊的道德是伫倒位？大爷，即摆时代无同啊，道德这两字哦，已经变成空嘴无字，真少人做会到。 我看你的表情，敢若无啥相信嘉明会做这种代志。我毋是讲毋相信啦，我是咧想讲吼，啊，嘉宏接到嘉明遐个客户资料了后，伊阁毋知影讲遐个客户就是英弟的客户。嘉明遐个客户资料是透过人告摕去嘉宏因公司。 对啊，魏桃姊妹嘉宏都唔知影遐个客户是杨平公司过来。杜桑，我捌去互嘉宏海过，你嘛是因为安尼才中风的。假使讲嘉宾若是无做歹代志，我敢会替嘉宏讲话？话安尼讲是无毋对啦。也毋过哦，嘉宾做这个歹代志，咱也未调查清楚，也无迄个证据的进程，千万都唔通互杨平安爸仔囝知影这件代志吼。 我怎样？